老师呢，给你们布置一下作业。好了好了，不需要你们写字。一听到作业俩字儿，我突然感觉人生好苦啊。我晚上还想让我妈妈到图书馆给我买书呢。同学们，来看黑板。一家人，那老师明天给你们留的作业就是把这个一家人画在一幅画里边。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日啊！这什么呀？他们在你眼里这么丑吗？我来画。好了，我看看谁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放学回家。不信，明天终于可以睡个自然醒了，哭起看来。小跟班。你帮我画啊！一个画难倒美男子。哎呦，天天你干嘛呢？那走一上午了都。谁呀？玲玲，珊珊，我那天觉得像你，就没好意思认。我也是，你看看你这变的，我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天天。你看谁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老师来做家访，你不愿意？哎，你这孩子去哪儿呢？我出去玩了，拜拜。这孩子，我们家孩子吧，他老实，孩子都怕老师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可不知道，我在学校里最怕的就是他。会怕？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一敲门就跑，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到底怎么了？快告诉我！班主任在我家，而且好像跟我妈认识。完蛋了，我以后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不会吧？那他会不会来我家？哎，反正我们家就是这样，我老公他呀，忙得连孩子都管不了。哎，老同学，拜托你件事儿呗。什么？哪天你给我们家老公打一电话啊？你是老师啊，你问问他，他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到底是怎么看的，行不行啊？拜托你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那就好。哎，啊，你下午来接我，我中午跟儿子吃个饭。好嘞，来。你回来了，天天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怎么捡东西喝呢？叔叔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你怎么喝天天扔的酸奶？别喝这个，待会儿叔叔再给你拿一个啊。爸爸。天天，那个爸爸中午跟你吃个饭，早点回来啊。你还有钱吗？爸爸给你拿些钱。好吧，早点上楼啊，别喝捡的了，不卫生。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家里面客人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我先生唐成伟，这个呢是天天的班主任何玲玲，也是我高中同学。哎呦，天天的班主任啊！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天天就拜托你了。那个是这样，我还有个邮件，适配一下啊。你看见吧？每次回来都。看起来你爸爸很厉害呀。不是看起来我爸爸很厉害，是他本来就很厉害。我爸爸也很厉害，他是超人。你不是想你爸爸吗？快点回家去看他呀。干嘛？班主任在家呢，我平时表现得那么不好，万一他打小报告，哎呀，想想就可怕。唐天成果，老师好。你们在这玩呢？我，你们家怎么没人呀？我不是在楼下吗？我爸爸出差了。我妈妈说今天有重要的客人要来，会不会就是您啊？可能是吧。
我妈妈说没有合适的衣服见老师，她就出去买了。啊，那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大概得等路灯亮了吧。哦，等路灯亮的时候呀。行，老师啊，先去娜达跟丹琳家，反正你是最乖的。啊？你啊什么你啊？你最不听话了。行了，老师走了啊。嗯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再见，早点回家啊，注意安全。好。怎么办呀？我不敢回家，我爸爸可凶了。你不是说你是蜘蛛侠吗？来后车什么都不怕，现在呢？嗯，怕是要成猪猪侠了。兄弟每次回来，不是问上个月家用多少，就是钱够不够花。我跟天天是卖给你了，还是你的奴隶？一边去！你说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能不能先不干活啊？哎呀，你说吧，我一个月不回家，你不高兴？我这回来了吧？问你开销够不够？你还是不高兴，你怎么样都不高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就是怎么样都不高兴，怎么了？你想想看。你多久没有带我和甜甜出去玩了？多久没有给我买礼物了？你还玩手机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赚钱怎么办？你说这儿子现在哪样不花钱？上学花钱，上大学花钱，毕了业以后买房子、买车、结婚，哪样不花钱？我不赚钱，这大风刮来的。还有，刚刚我在楼下，我们家儿子那个小伙伴叫什么了？他捡天天酸奶盒，他喝这个酸奶，多可怜呐！他不是捡，他是想做个地雷，把班主任吓走。天天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没和陈果玩啊？爸爸。天天，刚才爸爸在楼下给你的钱够不够花？不够花的话，爸爸这还有。不是，钱，你给孩子除了钱还有什么？掉钱坑里了你！疼着儿子面，你好说话行不行啊？你们俩别吵了，老师让画一幅画，画一家人。是周末作业，那你画呀。可是我都不知道咱们一家人凑在一起是什么样子，要不然拍张照片，我比着画。行，来。我去找个专业的，你们等着。哎，陈果，怎么了？陈果，你爸会照相，你也会吗？我不太会，但是我爸会。啊？超人还不会照相？超人不是记者吗？我会照相，怎么了？帮我们一家人照张相行吗？嗯，虽然我真的不太喜欢你，但是我可以帮助你，因为啊，我是超人，超人就要乐于助人。别眨眼啊！一二三。叔叔，您搂住阿姨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快点！哎，您能不能亲阿姨一下？果果，你这小孩拍照怎么那么多事儿？快快点！就是，快点拍啊！好，下一个。妈妈在你眼里就这么丑吗？不是。爸爸画好了。来，爸爸看看。我看看啊。你这画什么呀？你看这头发这么长，这脸这么大，还有你爸爸这手，金刚狼吗？爸爸，你什么时候要走啊？说都给忘了，你看看几点了这是。哎呦，爸爸得走了。爸爸，你能晚点走吗？丹琳的爸爸都陪丹琳聊天，陈果的爸爸都给陈果读1001夜，为什么你？爸爸跟别的爸爸能一样吗？爸爸要工作赚钱呢。你说爸爸不赚钱，你哪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哪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？衣服洗好了。床单和被罩都烫好了，放在床上了，自己急着换。好的，我去换身衣服就走了啊，谢谢。对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啊，哎呀，行了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这几年不见，
你怎么变成母老虎了？自从变成了家庭主妇以后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身上多了很多负能量。你想，我工作了一天回到家，本身已经很累了，她还不断的跟我唠叨这个唠叨这个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。说实话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一开始呢，我以为是因为家里多了个天天，她不太适应。可现在七八年都过去了，她还是那个样子。你一方面是天天的老师，另一方面呢又是珊珊的好朋友。作为她的朋友，必须跟你讲一句，我的心里边是特别爱她的。可能我的表达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现在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也是女人，所以我特别能了解珊珊现在这个时候的心情。其实她就是想要一个港湾而已，毕竟你和儿子都是他的依靠，一个是现在的，一个是将来的。关于这点你讲错了。啊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他都是我跟我儿子的港湾。怎么办呀？没事，我都写好检查了。检查怎么写呀？我没写过。这你就不如我了吧？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写，有经验的很。啊！早春的山花，美丽芬芳，那一身啼哭，唱出妈妈的心房。雪衣跌跌撞撞，你闪闪学步，撑起爸爸的希望。像清晨的朝霞明亮，唱得爸爸泪花荡漾。那是天籁指引冥想，快快长大，高高飞翔。